穿连体裤无法上厕所的蔡依林再次放大招，网友闻到味了。蔡依林，蔡依林现在的风格是越来越让人想不通了。曾经的女神，为什么现在总是造型奇特，打扮新颖，让人围观呢？难道是为了赚取人气吗？我想应该不是的。蔡依林这次去意大利，就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。连体裙。蔡依林之前穿了一件红色的连体裙，搭配破洞裤，本以为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情，结果被一些网友把这件连体裙给挖了出来。这种连体裙最大的坏处就是无法上厕所，网友们也就开始注意，这种连体裙缺陷太大，怎么会热卖呢？实在想不通。蔡依林的穿衣风格每次都与众不同，就像这件衣服里面已经有一件黑色的衬衫了，为什么又在上面穿了半件格子色的衬衫呢？这袖子就像是超大号的，大夏天的也不至于冷成这样吧，不然还有其他的解释吗？这件雨衣看上去挺不错的，不过领口会漏雨，还有注意双拖鞋，我估计也不会太好受，看完之后你内心还能接受吗？那么再看他去意大利遇到了什么。蔡依林去意大利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，去的时候和来的时候都是这身，一直没有换过，因为他的行李箱给丢了，蔡依林大概走了一个礼拜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这一个礼拜没换过衣服，还有鞋子、袜子，我都不敢想了，一个礼拜不换衣服，肯定不好受吧？网友说隔住荧幕都已经闻到味道了。上次是辣眼睛，这次辣鼻子，蔡依林这次穿得挺正式，大红色一身，估计行李箱中还有其他很超前的衣服，但是这次却无缘在他乡展现自己的风采了。行李箱找到之后，被人送回家，蔡依林也就放心了，发文图片中说道，孩子们回到家了，感人。蔡依林还开玩笑说，行李箱玩得挺尽兴，这次大招虽然不是蔡依林故意放的，不过也是发生在她身上，她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乐趣。